才刚刚开播。对，是一个开心的日子。啊？那下面有河。那下面有河？快来！是吗？啊，有个小溪流。嗯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家人们，下午好。我们把直播间分享一下，可以吧？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咱们把直播间分享一下，可以吧？谢谢，谢谢，点点赞。哎呀，十五在那边向我们招手了。快来，我们下面有个小溪流。有个小溪流是吗？我怎么没发现这边有个小溪流呢？下来看不到。嗯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今天是多少号吗？我们把公屏十五号全部打出来，好不好？全部打十五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今天我选择这个日子，必须要给大家播一下聊聊天。哈哈。今天不仅是十五号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对，我们全屏把十五打出来好吗？今天十五号，又跟十五的名字是同一天。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下午好，我们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家人们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吗？这个箭头这儿啊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到咱们的朋友圈或者家人群里面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我们帮我们点点赞，上上人，好不好？刚刚开播，哇，开播就三百多人了。谢谢，欢迎大家。十五，你走慢一点呗。我上次给你看一下。啊，你走慢一点啊！你走这么着急干啥？走这么着急干啥？十五，十五，十五。对。小溪流。啊，万一是大溪流呢？今天给十五买了一套新衣服。今天给十五买了一套新衣服，待会儿你们看一下他的这套衣服怎么样。十五，你走慢一点呗。哇，真的帅，快来。嗯。走得太快了。你跑快一点。家人们，我们满屏再打一波，下午好可以吗？我们全屏再把下午好刷起来。因为我们直播间刚刚进人，你看四百多人了，我们刚刚开播一会儿，刚刚开播啊，就近四百多人了，然后我们满屏下午好，可不可以？让我们相互问好吧。师傅走得好快呀。对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谢谢谢谢，你们真给力。哦，这儿真的还有一条河流，师傅刚刚蹭蹭蹭就往下跑，我还以为是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哇，真的好难得啊！真的好难得啊！感觉回到了我的老家乡。哈，是吗？你是站在这里，让你回起了你的，就感觉你在家乡了一样，是吧？对啊，你知道我们上次我们家乡那个洪水吗？啊、那个！哇，这个水也挺干净的哈。啊、嗯。家人们，全屏打一波十五，好吧？全屏打一波十五，好。下午好，家人们，下午好。五百多，意思你在这儿看到这个犀牛，就像感觉你在，我飞机家乡一样，飞机飞过去了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？好安逸啊，在这儿随处可以看到。看到飞机了吗？飞机飞过去，看到飞机了吗？看到打一个看到，好。十五好，十五好，大家都在向你问好，十五。哇，大家好，你们看到飞机了吗？看到飞机了吗？啊，飞机在那儿。在那棵树这儿，我的手指一出来的话，它又要看不到了。完了，哦，那个树枝中间，两棵树中间从那飞过去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好好哈、嗯，随时可以看见那个飞机飞过去。看见飞机？哇，还有两只鸟儿。家人们，十五今天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？你们觉得十五这个衣服好看吗？我们全屏好看，给它打起来好不好？这是十五今天的新衣服。有点奇奇怪怪的，咱们飞过去。啊，哪里奇奇怪怪的？哪里奇奇怪怪的？我觉得这犀牛小犀牛挺可爱的。小犀牛可爱？啊、哦，不是，是小犀牛很好看，空气也很好，然后主要是人可爱，哈哈哈。哇，我们太漂亮了，是吗？
是吗？那我们满屏的漂亮两个字再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谢谢家人们。我给你们照一下全身的吧。不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啊？哪儿奇怪了？不要照全身，有点奇怪。为什么？还不好意思啦？走。站在那儿不行。哎呀，走，我拿手机。走吧，你别照全身嘛，我求你了。为什么不能照全身？不要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十五为什么不让全身全身？因为他穿了一个裙子，他觉得很别扭。哎呀，走。没事儿，十五多好看呢！你看，家人们，我们满屏再把好看打出来，好不好？十五转过来。你这样跑也没用的，我们都能追得上的。快来，这边有更好看的东西。更好看的东西。你就是最好看的，为什么还要去看更好看的东西呢？家人们，今天你们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吗？你们能猜得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吗？大家可以，我看一下哪个家人能猜得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哇，马上900人了，欢迎大家。我们满屏下午好，再打一波可以吗？满屏的下午好，再打一波。穿习惯就好了，对，他就是现在就是，不太适应，不太习惯。对，今天有两个特殊的意义。第一，今天是5月15号。十五号呀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十五的名字就叫十五，对不对？然后十五号的话，我觉得每个月的十五号一定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、特别让人期待的日子。说我们满屏十五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满屏十五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这个是野花吗？我们全屏把十五两个字扣起来，全屏把十五两个字扣在公屏上啊。这是野花吗？这个应该是撒的种子吧，我猜测。撒野花的种子啊？嗯，对呀。但这个不像那个人种的呀。我也不太清楚，这个应该就是那啥，你看上面那上面就还有很多那个。那个是人工种的。那个好，这个是野花耶。这个也有可能是野花，有可能是人工撒的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开心的日子，是我和十五，你们知道吗？家人们刚刚进到直播间，应该看到我们的那个啥了吧？你们应该都猜得到，你们应该都猜得到。我们再次把，我再想一下怎么说啊？认识的日子，我和十五认识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和十五认识这么久了，那个是不是灯啊？哪个？就这个。啊，对，那个是灯。怎么这么多灯啊？按一个就可以看得见，为什么按这么多灯？啊，真的，你看嘛，那好多灯啊！啊，3456789，贤妻良母心，起码二十。家人们，我们全屏把100这个数字打在公屏上，可以吗？数字100打在公屏上，可以吧？今天是我和十五相识100天的日子，哈哈哈哈。十五，你记得吗？啊？你记得吗？记得呀。啊？记得，哈哈哈。啊？真的记得吗？你为啥埋着头往前走啊？也是有钱人，希望吧。家人们，我们全屏帮我扣一波100天快乐，可以吗？可以不？家人们，帮我全屏帮我打一波100天快乐。坐吧。你想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？也不累啊。你为啥咋这么不自在呢？今天不穿个裙子吗？十五一直不肯买这个裙子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十五一直不肯买，他不太愿意那啥。然后哇，那飞了一只什么过去？哇夫，这个是一个什么？好大一只，他们飞到桥下去了。现在
百天快乐，百天快乐，谢谢谢谢家人们，我们我的天，开播一会儿1500人了，我们把直播间分享一下可以吗？然后帮我们点点赞，然后把这个箭头分享给我们更多人，好不好？就是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也好，分享到你的群里面也好，啊，让更多人进来跟我们互动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坐这吗？可以坐这儿呀，但是那个路不通耶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我说要坐这儿。可以坐地下吗？百天快乐，百年好合，呵呵。可以坐地下吗？你这样裙子会弄脏的耶，万一弄脏了呢？我。家人们，我今天跟十五劝了很久，我跟十五劝了很久，然后才答让他把答应买这身衣服，然后买这身裙子。那你把手机给 你们啊？为什么把手机给你？哎呀，你这样照着我不那个啊？家人们，我们全拼的好看两个字再打出来可以吗？十五他现在穿着裙子，他一直说不自在不自在，然后他就觉得不好意思那什么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我们全拼把好看两个字再给十五打出来可以吗？满拼好看再打出来好不好？真的真的很漂亮，对。哇，那有好多鸟。好看好看。顿时都感觉有点显渣。啊，因为是下面有犀牛吗？然后这个路过不去也是不？没事啊，就坐这儿。就坐这儿。我待会儿就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就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嗯、啊，然后终于可以看到师傅的全身了。嗯。你为什么总是背对着我？给我一下可以吗？嗯。来吧，我们坐着吧。为什么？坐着好不好嘛？你坐着，你新裙子就弄脏了，待会儿。我待会儿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过去找一个板凳坐啥的嘛。没事儿，就我们在家都这样的，没事的。在家都这样的，那行吧，那听你的吧。好吧。鞋也好看，鞋好看吗？鞋子是之前又买了的。那你坐这儿吧、嗯。衣服和裙子是今天才那什么的，啊、嗯。下面我们满屏再把漂亮两个字给师傅打出来，全屏漂亮，然后把镜头翻转过去，让师傅看到你们打的漂亮两个字，好不好？你师傅说要把镜头翻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满屏的漂亮，快点，现在自在的多了，现在自在的多了，刚刚就不自在，哎呀，为什么？就老不习惯啊。哪里有什么不自在的呢？就这样坐着，就这样坐还挺好的。这样坐，哎，你这样坐在这儿也不太那啥呀。感觉不自在。嗯。好，你就照我的上半身。哇，全屏都在给你打漂亮两个字，看见没有，师傅？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但是我都长胖了。家人们，咱们有新进到直播间，第一次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吗？扣一个一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咱们老粉的，一直来看我们直播，一直关注着我们的，扣一个二，我看一下。现在直播间2100人是新进来的多一些，还是说老粉进来老粉的要多一些啊？中小蚊子咬！哦，我的天，全是咱家的老粉丝呀！哇，新进到咱直播间的没有吗？一，我只看到三个新进来的，四个新进来的。哇的天，都是老粉哎！我的天，还有新进来的，新进来的很少很少哎！我的天，欢迎欢迎哥哥姐们，哇，新进来的一定要给十五点一个关注啊，在这个地方给十五点个关注，看第二次，哇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点了关注以后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帮十五加一个粉丝团吗？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看像现在这个静美姐姐，加入那个看见没有？粉丝灯牌、粉丝灯牌已经都二级了，看见没有？静美姐姐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公屏咱们都看得到的哈，我们可以加一个粉丝团啊，要花个一毛钱好像是啊，不知道这个，对，不知道怎么弄的这个？就是点这个黄色的这个小题那个小牌。嗯，然后你爱看十五，爱听我的声音，有多少人是爱听我的声音的呀？啊，爱听我的声音的，我们满屏飘一波666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爱听我声音的。你的声音好听吗？啊，好听的话你就唱个歌吧。没有，我的声音不好听啊，但是家人们说习惯了这个声音的存在。裙子啊，我觉得裙子没那么好看。哇，666，全屏的666。衣服倒是穿着还挺舒服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的天，你们真的太给你了，太好太好了，因为你们我们很开心，真的。这个裙子没有长很长的，嗯，它就只有在膝盖上方一点点。那我们
哦，刚刚是爱看我爱听我声音的，我们再扣666，然后现在爱经常来爱看15的扣一个888。888。啊。谢谢大家。哇，全是来看15的888888，对的，我的天。今天我是托我表妹的福。我给我买了一套，然后一给我表妹买了两套，太破费了。破费啥呀？昨天我都没有办法跟着你们一起，我有事情，然后又没办法跟你们一块儿，啊。是家人跟你说的。嗯哼。谢谢哇，好多888呀！祝大家888888发，88发财，四方来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88发财，四方来财。这样吧，家人们，我们玩一个游戏。他们说你说的比较难。不是，家人们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小游戏。我们从一，到十，我们做一个成语接龙，从15开始啊。你先不能看公屏，比如说我们，从一开始，组四字成语，然后我们家人们也一起参与，我们看每个人能打出多少个这个成语来。你可以放在那儿去。为什么？不，我觉得现在就待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你不能看，家人们从一开始，然后你能打出，就是你要说出一个成语。你的意思是玩成语吗？对，就是玩成语接龙，然后说一到十的成语。对，这应该还好吧，没那么难吧？真的、哦。啊，哎，这么厉害，那我们来考一考师傅。比如说那太简单了，你要说两个成语，可以不？先慢慢来嘛，先简单的来。啊，先简单的来，好。是。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先玩一吧，一来。玩一。一心一意。啊，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？换一个词。我没看到。没看到。嗯。真的看到没有？一生一世。哦。好。哦，一心一意一生一世，家人们，我们满屏的一生一世打在公屏上，我觉得这个词挺，这个成语挺好的。二个成语。啊。二心三意，哦，不对。等一下。二是什么？哎，怎么没有成语了？等一下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不能看公屏，反正。二月腾飞，是吧？啊，家人们，十五，现在不要这样吧，我给你把那个难度降低一点。二的话，你不知道的话，那就你二月腾飞可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组两的成语也行。两的成语，哦哦哦，还可以，两，哎，这怎么没成语？等一下，啊，我记得两的成语很多呀。你是不是老子一下断路了？你不能看公屏的哈。两，家人们，我们知道了，可以公屏参与一下，我们都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哎，两面八方。什么两面八方都来了啊？我等一下跳过，那就这个暂时不知道啊。我先说三心二意。不，你一个一个得完成。哎呀，两的成语。你想两也行，想二也行。哎，二的四有点。二有点那个二，因为很少听说，然后你就说三嘛，好不好？我待会儿再慢慢的想。不，你现在的一，我们是从一到十的顺序，你不能这样跳过。你不能看公屏的，反正我都是挡住的，你是看不着的。师傅脑瓜子嗡嗡嗡的响。这样子，你这样离远一点响。我这样不舒服。二什么呢？二。你是不能看的哈。两四个字的就可以吗？对，那我说了呀。啊，二月腾飞啊。二月腾飞是什么？那你不是四个字就可以吗？啊，那这样吧，我们把二先跳过，你就你说三的。三心二意啊。啊，四
不，先说三心二意这个成语不好听，你要说一个好的，一定有个祝福寓意的。不，你刚才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让我说。